杨幂没去闺蜜唐嫣婚礼选 12.06 分祝福超有心。中国女星唐嫣与男星罗晋今宣布结婚喜讯，据悉今天将于维也纳举行婚礼，外界关注杨幂是否会参加。原来二人过去曾是挚友，唐嫣当年甚至是杨幂婚礼上唯一的伴娘，不过双叔今年屡传不和，私下关系令人好奇。杨幂日前与霍建华合拍电视剧《巨匠》，该剧于26日杀青，而从北京直飞维也纳需11个小时，如马上飞去维也纳，行程虽赶，但也不无可能。杨幂本人及工作室微博对出席婚礼一概未提，但官方粉丝团26日表示杨幂不出席唐嫣婚礼，透露杨幂新剧虽然已经杀青，但后续还有拍摄剧照的工作，档期无法协调。杨幂虽未出席婚礼，但她选在中午12:06转发唐嫣的结婚微博，表示美唐新婚快乐，永远幸福。由于12月6日是唐嫣的生日，选时间送上祝福也被粉丝赞有心。